好了，我们试一下用计算机来按刚刚的这题的那个答案啊。So 65E 的情况，我用计算机来按 alpha 这边这个 log， 然后它这边是5过去 1， 然后拿到的答案是0。我们可以拿来检查答案的 ，OK， 只是步骤我们不要去用它而已 ，OK， 7，然后75 ，OK， 答案是 2.219。OK， 然后如果我用我计算机刚刚的这一个0.683 加 2， 然后再除以 1.209， OK， 我拿到的是2.219， OK， 答案是正确的。